可以用手肘碰手肘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再怎么挤也一样了啦。我真的怎么一直是本来就是内衣挤出来，这怎么挤也差不多了啦。跟你说，哎呀，这样上背的代偿太多了哦。对，我确实是放在很，对我确实是放在很前面。对，我是这个姿势在打的，给你看一下，我是这个姿势在打。对，我是这个姿势，就是手往前这样在打的。原来是如此啊，哦，所以键盘拉回来一点就好了。